跑得挺快啊！跑啊！你怎么不跑啊？把他给我抓回去！是。当今皇帝治下，还有你们这帮杂碎横行，还不快滚！臭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爹可是林少主，我劝你少管闲事儿。本来我不知道，现在知道。芝麻官的少。 都给我站！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快走！给我追！ 陛下，我有办法脱困，把你的簪子给我。去哪儿了？给我搜。这个簪子好像是那个小娘们的，他们肯定往那边跑了。追，快！是。现在应该安全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京城内，竟遇到这种人。你的伤口没事吧？我帮你包扎一下吧。臣女董若萱，参见二位皇太后。你叫若萱？回太后的话，朕是宛若的若，忘忧萱草的萱。 若萱，朕记住你的名字。若萱，若萱是我的闺名。小女子董若萱，多谢公子搭救之恩。你是董若萱？ 董若萱是你什么人？你认识家父？真的是你。我们小时候有过一面之缘啊，你不记得了？陛下，这个给你，这是糖紫梅，很甜的。每次我要是摔伤了，或者不开心了，只要吃一颗，一点坏情绪都没有了。陛下，你喝了药就吃一颗，就不会觉得苦的。 小女子从小就离开了京城，不知公子是哪位？我就是个无名之辈，你不记得也正常。我姓黄，叫黄元，这回你可别忘了。黄公子，我记住了。